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凡行销大师团的观察师翟雪翼的护宝团。今天各位示范的这个队伍是太嚣张队啊，太嚣张队。好，太嚣张选校啊，搭配三个路西法的三个不用施咒的卡片就可以了。啊，稍后你可能会想说，你用那没关系，不然用别人的就好。至于这个申公豹，哎，那个不是申公豹，姜子牙跟那个妍希哦。是自己手动卡牌去搭配就好，因为这两张其实看你有什么光属性的神或魔的卡片，这是最好的。这个队伍整个嚣张法，这个一二三四五，有看过没看到？有看过本来不够让大家幸福的，因为我这个队伍在使用上平面三道，我可以让它变得五到七，五到七哦。五到七法，可以让你慢慢的左右在的一个转，一直转一直转，有没有？还可以做漂亮的叠珠。常住了一个这个巴比伦的主动技能，当玄霄开下去的时候，不仅是巴比伦的真三秒转珠，还多了一个主动技能，两倍哦，巴比伦才1.5倍，你只要转三个指定珠就可以了。这个队伍进的攻配合手送礼是用两箱礼，非常稳定。但是稳定归稳定啊，那各位还是请记得要去看我G8店的功能资讯，因为你没有看功能资讯进去，可能就是被虐出来的，一直虐出来，你就发现功能资讯的重要了。像这个队伍遇到两把转珠，他就把他优势给他吃掉了，这个就是要注意的地方。不过这是小关卡，所以我们不是很 care。把跳就可以通常会有一个这个怎么讲原则啊？基本上做一个攻略嘛，跟通关的示范嘛。我希望能够做到，就是希望让大家能够觉得比较通关的方式。我可以，你就可以。如果今天要做一个神转珠的一个示范哦，基本上网络上播的事的话，就不用再示范了，大家也要是通关的。然后看神转珠，基本上随便找都有。通关示范，通关示范，就是要让大家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通关。如果我搞得超级省的话，大家也要跟着一起省。那基本上，关卡资讯的价值跟意义就不是很高了。
进网上哦。做延长三秒的短住时间，所以对南诏对我来讲也还 OK。只要学校不要急着开就好了。你学校如果太急着开，这边就会比较难转。下一关要做一波的攻击啊！指定左边那只黄哥。没关系，我们攻击力还够，再做第二波的攻击，强势的把他哈一波带走，不要断心啊，老大！我操！真的是一段新的队伍，因为我要再第一回合了，所以这波我不打算带走他，加载，带走他我就哭了，然后这波就可以带走他了，顺便再记得做个补血的动作。没补到我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下一回合再来补就好。因为这边是20%、25%或者扣90%哦。回不回来就准备跟大家说再见了。越多你的新珠代表就越少，你需要新珠做一个 cover 的动作。好一点，
小小的微信，我还是开一下它好了。断心啊，好样的，居然给我搞断心这一招，有狠啊！他要先打了，不是打了那个僵尸啊。关哦，这个回复力减少50%哦，回合，所以这一关也是杂猪哦，预估掉吧。杂猪太多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不利的哦，新猪可以留就留吧，趁个5回合比较妥一点。回复力都是靠我们的高康博在拉的，这时候转个太阳吧，比较安全一点。消到光速就没事了啊！这个我决定开露娜啊！身上的龙科把人家暗处理出来，我暗处不太够多啊，不过应该勉勉强强还算够用，因为下一关这一关需要暗处理。我们可以两种打法，一种是转出太阳，那另外一个是转出姜子牙。忽然间电话来哈，我们先不用，一二三四，十颗，这边也是转十颗，这边也是转十颗。
制一下。先转胎好了，转胎好吗？我想一下啊，先转僵尸呀，转不多可以。哦，重点是你要把你的光珠全部消掉，消到一干二净哦，一干二净知道这意思哦。不要三颗以上星星珠啊！一万二哦，再来一波嘛！这个不解释了哈，就是尽量消星珠啊，消星功底哦 ，KO 掉了啊！再来是入境燃烧一千哦，这个个人来看应该是还 OK 的哈。火珠哈，重点是火珠要把它消掉，因为下一关是进消火。所以你看到火珠就赶快把它消一消吧。因为我们玄霄没什么机会出场嘛，因为我现在开玄霄会对自己会有点压力。新开的好处就是 RCD 跳比较快，哦，哎，他没跳，林老师哎，就把它消消掉了。因为现在稳定度还蛮够的，所以我决定不开爆发，我决定伪王再开两波。只要伪王带不走，可以开两波。我看到火珠就赶快把它消一消，记得啊，各位。火珠是这一关的杀手。杀手再见吧，不要再掉火珠了。哎呀，看起来蛮可怕的啊、哦！玄霄来吧。哎呦，我已经忘记跟各位讲了，他进消火珠又有点可怕啊、哦。希望我们的太药可以转这一排啊，我是希望啊，好不好？你个秀呢，不配合。
好，路让开下去嘛。我做过进销哦，所以尽量就不要理他了，好不好？我是希望这一关能够一波就带走。一波没带走没关系，我们将其召开哦。做一个两波带走的姿态就可以了。记得啊，那三个柱都要消掉。好啦好啦，来吧 ，K， 哦，好，必须告诉各位，这个要看一下关卡哦。没有想到最后一关好像有点危险，好像他不是进销火珠，不然应该很危险哦。所以这个。全消的大概用法就是要注意一些关卡哦。以上是这个锁妖塔哦，在寻一人护宝塔的通关示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